好，共分两组，然后现在是第一组的部分，道次介绍。第二道南山国小，第三道育英国小，第四道四节国小，第五道四季国小，第六道人文中小学，第七道学静国小，第八道湖山国小。好，鸣枪出发！国小男童乙组400公尺接力预赛的第一组哦，有南山、育英、四节、四季、人文、学静、湖山。好，选手加油！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棒了，选手加油！南山学静，好，这一组领先参考成绩58秒20。好，鸣枪出发！竞赛场地正在进行的是男童乙组4×100公尺接力预赛的第二组，加油！加油！进入第三棒。加油！即将进入最后棒次，加油！好，目前暂时领先的是壮维国小，占据第二的是大同国小，加油！壮维国小，恭喜！领先参考成绩55秒59。